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竹子的画法啊，竹子也是这个中国画卷画里面最重要的题材。下面呢，我就把这个竹子的情况呢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。竹子这个题材，由于它本身的素质啊，受到人们这个普及广泛的、就是长远的赞扬啊。因为他这个没出土时先有节，啊，另外呢，他虚心，啊，就属于这个很多的文人在诗词里头，啊，画家在绘画里面都有表现，啊，所以这个文人画里头呢，它也是这个最重要的题材。另外呢，这种题材有什么好处呢？一个是本身它入画，另外呢。它还没有时间限制，不像这个菊花呀、兰花呀，它在受这个季节的限制，任何时候呢都可以出现。在画面上，它既然可以这个独立成画，又可以呢在很多画面上作为配景，所以它这个画法呢至为重要啊，可以和这个梅花呀、牡丹呐。这样的题材都是非常重要的题材。下面呢，我就讲一讲这个竹子的画法。竹子的画法呢，分四个步骤，啊，分四个步骤。分这个，首先画竹竿儿，啊，然后呢画节，紧接着呢再画枝子，最后画叶，啊。我先分别的把这个几个步骤啊怎么画跟大家讲一下。第一个步骤啊叫立竿儿啊，所谓的立竿见影，那是立竿啊，立竿儿。第二步啊叫画节，画节是因为画节啊挺简单，第三个步骤呢，就是加叶加枝子，啊，所以添枝加叶嘛。第四个步骤呢，就是画叶子，画叶子也是最重要，也是最难的。什么叫立竿儿？立竿儿的时候啊，注意呢，就是从这个竹子从长势来说，啊，下面的竿儿每节逐渐逐渐的往上涨，逐渐逐渐的加长，啊，一根竹子呢，啊，从这个根儿上开始比较短，一节一节的，每节竹子的这个长度，越到中间这个位置上。它这个杆儿呢，就逐渐加长，快到那个梢的地方，再往上的时候，它又逐渐逐渐的变短，啊，这是一个。再一个呢，在画的时候呢，这个颜色如果这就画一根竹子或者两根竹子，这个呢就是随便画什么颜色都可以了，想画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。如果说是你画这个三根以上的竹子，你在画杆的时候，就要分出这个浓淡来，啊，分出浓淡来。首先呢，画的时候注意什么呢？这个竹子画多了，啊，这个每一节的要错开，啊，一个是有这个疏密变化，一个呢，这每节的长这个位置啊也有变化，错落，还有错落。我下面我就简单的这个画一画，一边画呢，我再一边讲。首先调好了墨，你想画什么浓度，你先调了，啊，调了基本上调的还是匀一点好。有的人呢画的时候，愿意画的那个，当间儿浅，两边深，那样呢，也是一种办法，但是不一定啊。先调好了，啊，先画杆。
哎，一个刘杰，刘杰，哎，再画一根。再画一个，再画一个重的，三根。这三根比较起来呢，就是所谓的这个，哎，不要这个位置不要齐啊，不要画成是全齐的啊，不要画成齐的，要齐的呢。就是一个缺点，叫笔结，啊，笔结，这个呢是个错误的，啊，这是错误的，不要笔结，啊，要有呢浓淡的变化，要有浓淡的变化，啊，要有浓淡的变化。按照这个说法呢，画竹子这竹杆的时候啊。啊，让它要有力，啊，不要以这个画的一个片儿似的，那用篆书的笔法，啊，所谓的就是这个写字呢，这个八法呀都用在这个画上，啊，写足还需八法通，是吧？有地方是用篆书，有地方是用隶书，有地方用楷书。这个说法呢，有一定的道理，啊，有一定的道理。画结的时候呢，下一步啊就开始这个画结，画一画结，结很简单，结很简单，啊，有一个乙字结，乙字，还有一个呢八字。所谓乙字是什么意思呢？怎么出了个乙字呢？所谓乙字啊，它就是这样子。哎，叫乙字。所谓八字呢，就这样的，就八字，啊，每个画家都有他的习惯，啊，假如说这样的话呢，就叫乙字了，啊，这叫乙字，这是乙字，这是乙字。什么叫八字呢？八字是这样的。这是八字，都可以啊。八字，啊，这是八字，这样呢，这样叫乙字，啊，都可以，啊，都可以。画结呢是比较的简单，下面呢就画枝子。按照说法呢，就是画竹杆的时候啊，用篆书；画结的时候呢，用隶书啊；画枝子的时候呢，用草书。哎，草书。言外之意呢，画竹子啊，它要比较的快，啊，有一定连贯性，灵活，要快，要灵活。啊，快，灵，啊，灵，啊，快灵。我在这个画和这个教的课程过程当中，就感觉到啊，画这个竹杆的时候，哎，学生还容易掌握，啊，还容易掌握，就是还好画一点。哎，但这个画小枝子的时候呢？都相对来讲还比较吃力。什么原因呢？他要求是草书，那就是说是行笔比较快，哎，要是以连贯性，哎，因为这个画的人呢他比较生疏，画的比较慢，犹犹豫豫的，所以画的东西呢比较板，比较板。另外这画这个结的时候呢，
天资的时候一定要在街上，哎，在街上啊，不能再随便长，不能在这长，它只能在这个街上长，在街上长啊，要用这个草书来画。哎，另外呢，多画一些啊，多画一些，画的密一些啊，多画一些。什么原因呢？将来你画了这个以后，还要在上面画叶子。画叶子的时候呢，它就把这个枝子啊都盖上了。假如说你一个枝子啊就画的很少，就一两根小枝子，不知哪个叶子一笔给它盖上了，人家看呢看不到你这个枝子，就好像这个一除了杆儿就是叶儿，没枝子似的。所以你多画一点，多画一点呢，将来的时候他画叶的时候啊，他给他遮盖了一部分，还剩一部分，还觉得呢正好。所以在画这个枝子的时候啊，不妨多画。啊，另外即使你画多了，那个地方没画叶儿，啊也没关系啊，因为也可能就是叶子掉了，是吧？还显得挺生动啊，还显得挺生动。所以我的经验来讲呢，在画枝子的时候啊，不妨啊多画一些枝子，啊画一些枝子。画枝子的一定要在这个节上画啊，另外就在这个立杆的时候啊，就注意一定每一杆都直啊，只许弯节不许弯杆啊。你比如说这个现在这个杆弯了，哎，这么弯可以，这么弯可以，但是不可能这么弯啊，这么弯就不行了啊，这么弯可以，哎，这可以，但是就是不能够自己就弯了，不是自己就弯了啊，这叫只许弯节不许弯杆。在画枝子的时候啊，要用草书书法来画，笔法来画，那就是什么意思呢？下笔要灵活，要快啊，要快。你比如说在这画，多画点啊，这个地方啊，这种地方啊叫雀爪啊，这就是鸟爪子啊，鸟爪子，多画点啊，多画。哎，多画点啊，多画点。哎，一般的这个画这个杆枝子说都比较费劲，因为什么呢？它不灵活呀，因为它这个画的时间短，不熟练，所以他每笔挺费劲，哎，啊，你要快的话可以就刷刷的这样画，哎，画个枝子，这样呢才是灵活啊，不要一半天画一根，哎，就是太笨了。当然这有个过程啊，咱们心里有数，知道画的枝子时候啊并不容易啊，比如说这一句话并不容易，这么雀爪不雀爪的，这个都好，一般就分叉就得了，它这个名吧，这个都可以分叉啊，将来这画叶子你就在这个枝子上画啊。画枝子必须在节上画啊，避免是什么呢？就是画枝不迎接，乱叶无所归，那是错误的啊，你这个在这上出来了，这出了枝子了啊，乱叶子呢没长不到枝子上去，
这就属于那个画竹子的忌讳，画竹子的忌讳啊。下面呢，我换张纸啊，再画这个叶子啊，画张叶子。这叶子啊是最难的事情啊，最难的事情。这两，然后叶子掌握了，基本上你画竹子呢就没问题了。我下面呢再就画一下立立杆，然后呢夹了结，然后呢画点枝子，然后再提到叶子的画法啊。先立杆，我是画的八字啊，不是那个乙字啊。八字啊，八字，这是个八字啊。现在刚才讲了，就这个画小枝子的事情啊。你想这个枝子呢，你想在什么地方添叶，有个考虑，你就在什么地方画枝子。你像这个地方不想画叶，你也别画枝子啊。画枝子啊，下面呢跟大家讲一讲画叶子，这是一个关键啊。如果你学会不学，学会学不会这个画竹子呢，你就看呢这个叶子你学会学不会。叶子呢按照个书上的说法呀非常的难，要写生画也非常难，因为它这个叶子的结构哎，它也很简单啊，要掌法，看它掌法挺简单的啊。怎么简单呢？叶子本身是下来以后这样，都这么长的，还有时候更多啊，那七个的九个的，有时候这个叶子的前头长两个叶子，哎，还有这样的。这样的叶子如果是在这个生活当中要有不同的角度啊，你侧面了这样一个叶子要侧起来看，那一个角度，如果是正面你一个手一样呀，你看这样是一个角度，这么看呢，这么看呢，它都不一样。所以在现实当中的话呢，要是画写生白描还有勉强把它画下来，要想画写意画拿笔墨这几笔把它抹下来就没法画。另外这个从书上写啊非常复杂啊，这个叶子有这个枫叶啊，下雨的时候雨足啊，风足雨足，哎，说这晴天的时候晴天足，下雪的时候雪足，然后呢新长出来的叶子如何如何，哎，咱们根本就学不会。哎，因为这个让这个大家学嘛，必须得找一个规律啊，找一个规律，就好像是这个进门的话呢，你必须得有一把钥匙，有一把钥匙。我呢总结出这么啊，就是两种这个竹子的叶子的画法，基本上呢就能满足这个绘画的需要，绘画的需要。啊，一种的叶子呢，我就讲的时候属于这个，啊，成熟的竹子叶子的画法，也就所谓的呢，就叶子下垂了，因为它已经成老叶了，这种样画法，也是比较常用的画法。
还有一种叶子呢，就是这个新长出来的叶子啊，也就是新黄，它叶子是朝上的。哎，这种叶子呢，我总结出过画法，基本上呢用这两种画法啊。两种画法怎么讲呢？第一种就是说是啊几个字儿啊，两个字儿还两个破字儿啊。首先就是各字，各字啊非常简单，说白的话呀就是三片叶儿，各字画法，各字就是三片叶的画法啊。一个叶一画法呢叫分字，分字画法，叶子的画法就是四片叶，四片叶的画法啊。另外还有从这两个字分出来的一个叫破格字，把格子给破坏了，破格字。一个呢叫破分字啊，说白的话呀，这个破个字啊就想着把这个三片叶儿给人破了，哎，破分字呢就把人四片叶儿给人破了。哎，这呢也是一种画法，如果是把这四个字的画法掌握了，你画这竹叶子的话呢基本上就掌握了啊。什么叫各字叶的画法呢？各字叶的画法呢就是这个，这叫各字。什么叫破各字呢？哎，就是在人家这个基础上啊给人破坏了。哎，基本上就这个，哎，分字呢也是这意思，基本上就哎这分字，哎，破了这一点儿，实际上就是小叶正对着你呢。你掌握好这个四个字吧，破个字你也算一个字，破分字也算一个字，这是为了把事情说明白了，实际上就是几片叶子的画法。你比如这个地方我就来一个个字，哎，再来一个破个字，这样个字破个字，分字破分字，这几种叶子呢你就酌情运用啊。有时候呢就一个个字，有时候呢再加一个破个字，或者两个个字 叠在一起，哎，如果别人看到呢就不知你怎么画出来的，不知怎么画出来的。这就是成熟叶的画法。还有一个叶子就是新长的新叶啊，新长出来的叶子的画法啊，这是一种啊。还有一种叶子呢就新长出来的叶子啊，就是叠人字，也就是人字交叉，这也很简单，说什么就是一个枝子出来有两边出叶。什么是人字呢？这就是个人字，你两个这不是人字吗？是不是？它一般的都是画向上的叶子啊，向上的叶子。所谓叠人字的话呢，这就是个人字。哎，这个地方再画个人字，这不就叠人字吗？
很简单，实际上就是凉皮儿，但是这个地方啊，这不凉了吗？你要在家的话呢，这还可以带来一个结人子，哎，它就相当于这么个意思。新叶长啊，往往叶也比较少。这是一个人字，如果这一长呢，这又是一个人字，哎，就这么个意思。下一笔，哎，你然后就这基本上呢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叶子往上长的，这个呢是叶子往下长的，哎，叶子往下长的，你怎么叫分字呢？这个字破一下，这么长啊，下面呢我就根据这个画法呢跟大家呢再简单画一下。好，先还是先立节啊，下笔力量要匀啊，下笔力量要匀，下笔的时候呢，啊，中间的力量和这个一开始画下笔的力量让它一样，啊，一样。把所有的杆都画完了以后，哎，再画结。我画结是这么画的，一笔，这一笔下来以后这么来，这加一笔，然后这么来，哎，这样。这笔给它过来，这样，啊，先来一笔，然后这样啊，来一笔，往上提，来一笔，上提，上提。这之字呢，假如说是你这个地方啊，不一定非要在这个节上长之字才能画。就是在下面又长出别的地方，啊，先长了，啊，你可以说是，嗯，还长了一下子。画叶的时候呢，要是有浓淡之分的时候啊，先画浓的，啊，后画淡的，啊，后画淡的。哎，我这个来一个个字，个字，啊，破一笔，也可以不破啊，也可以不破。这来个分字。分字，来破分字，嗯，再来一个分字，这再来一个
分子啊，可以破一笔。这个呢，也可以画上那个叠人字，啊，叠人字，也可以加一笔，啊，所谓的那个喜气写蓝，怒气写足，啊，就画足的时候啊，就是什么，你这可以加一点啊。就画足的时候啊，要有一种这个很刚烈的气质啊，就是属于刀切似的啊，好像这个怒气写足是这个意思啊。画兰草呢，它有时候画的比较飘逸啊，画足子的时候呢，要斩钉截铁的那个感觉，斩钉截铁的那种感觉。这是个破分字啊，这个分字把你一个这笔破了啊，还是破分字，点一点儿啊，这个呢你就加一笔就行了啊，加一笔就行了，就是一笔一笔的往上挪就行啊，一个组一组的挪。这些方法如果掌握以后呢，你假如还要想着自己有所提高，你要看看实物，自己有愿意有变化就有变化。但这几个叶子呢，做基本规律，把它掌握了。我研究过郑板桥的画，啊，也是他有他的规律。你看郑板桥画的竹子啊，都是一组一组的，你看得很清楚，啊，这一组叶什么样，另一组什么样。它就跟写字一样，到时候就出来了，啊，因为画画的时候呢，不能犹豫，啊，你要是想着怎么画，再画出来以后呢，那个用笔啊，它就没有力度了，啊，没有力度了，它就也画不出那个味道来，应该有那种这个很熟练的人画出来的画，哎，它这个字啊，有时候需要慢一点，可以是笨拙一点，这个画呢。必须得熟练啊，熟中生可以，但是不熟不行啊，不熟不行。下面呢，我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下那个创作示范。下面我就画一张画让大家看一看。这是画的竹笋，画一个，先把杆儿立了啊，把杆儿立了。这是小的笋啊，
小的孙。在化劫的时候呢，就把他孙也化了。哎，化劫。他这个竹杆浓的话呢，化劫的时候要浓；竹杆要淡呢，化劫的时候也要淡一点。然后呢，就添小枝子，添小枝子。枝子的时候呢，你在什么地方画叶子，你在什么地方画。不化叶的地方呢，就让它空着。因为那个竹子来讲，那个规律来说呢，它是从这个五节以后开始长叶。啊，所以在那个你要假如说是咱们这个小画也谈不到这个，如果是真要是从画的树根了，哎，只要这是地，从现在开始画了，你就是。才不到五节或者是两节你开始出枝子了，那就违反规律了。在这种情况如果需要化叶的话呢，那也好办，就是你别从这一根竹子上化，你另外出一些这个从地下长出来的小枝子，它可以冒叶子，那么化。这咱们这化竹子也有这问题，好比这些杆儿你都不想着往上加叶，你另外的话呢，再出来一个小枝子来画叶子，这杆让它不动。啊，这全是为了这个构图的需要。有时候这个不好画，啊，不好画怎么办呢？你就是可以从下面，哎，出点小枝子画，这个杆一点叶子不画。咱们这一次就可以这么试一下，我画的这些东西呢，都不画叶子，也不画枝子。不画枝子呢，就不画叶儿，啊，另外呢，再画一个小的枝子，哎，小的竹子让它长叶儿，啊，这也可以，哎，让它长叶儿。根据这个画面需要呢，还可以这就想让这个长个叶，就在这画个枝子。下面呢，我就画叶子啊，画叶子呢，基本上就刚才讲的那个意思啊。如果有浓叶或淡叶的话，先画浓的，画完浓了以后呢，再画淡叶子。哎，个子了，破个子，哎，破一下。分子加一笔啊，破一下，哎，破分子，这个地方呢还可以给他一笔，上面你可以给它叠个人字啊，叠一个人字，这是一个人字，这是一个人字，就这两笔啊，
还可以画点淡的，也是这么画。一个叶子，一个分子。这张画也算完成了，也算完成了。改章啊，改章。这个来个压脚章，好，好，下面我再画一张，就是往上长的叶子的画法，画一张啊。我先画块石头啊，下面画个石头啊，石头呢要注意这个飞白啊，注意飞白，先勾，先勾，就是笔擦一擦，擦一擦，画结儿，
接着。画枝子。画多画一点，多画点。画叠人字的时候呢，所谓叠人字就是两笔叶子，你好比我这个吧，这是一个人字，人字。如果再画一个啊，就长了，啊，都是里头短，外头是长，啊，这里头的人字短，第二个是长，哎，你里头的短，所以这也是个人字。啊，再来个人字，大了，啊，长了。嗯，这是一个人字，第二个人字往上大。这样画出来好看啊，底下当尖的这些东西还给它加点东西，小的小人字儿啊，外头这长。你说的短，外头这长，一个人字，两个人字，外头这个长，里头的。外头的长，一个人字，一个人字，一个人字。一开始啊，不熟练，时间长了就熟练了。它不是一边长啊，有的也不是一边，有的窄，有的宽。这样反复画，这是新黄，就是这个株杆长上以后，从下面出了小枝子长的叶儿，啊，这人字折完以后呢，这样可以给加一笔，这好像是还有这往上长的，啊，
下面这是古人有句话，就是诗如飞白，木如轴，木如轴是轴是吧？那个轴啊，是指的那个篆书，啊，是一个竹字头啊，一个提手，啊，一个那个刘字，木如轴是大轴，就是这个篆书的意思。啊，写足还在八法中，还需八法通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画竹子的时候啊，要和这个写字用笔是一样啊，写字用笔还一样，用字八法嘛。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画竹的时候呢，就画这个竹杆的时候啊，用这个篆书笔法啊，篆书笔法，篆书笔法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两边用力是均匀的啊。你看那篆书啊，篆书的开始写篆书的时候还没有这毛笔呢，他也不知他用什么东西啊写的啊，但书还没有毛笔呢，哎，所以他那个东西那字呢，他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变化，就是都熟悉一样。所以用毛笔写篆书的时候呢，所以就要求那个力度啊特别均匀。他说是画竹杆的时候要用篆书，就是让你呢这用笔力度是一样啊，你看这个用笔这样中间的力度是一样的啊，是这样要求的。另外呢，画之字要草书，怎么体会呢？就画之字的时候啊，要快要灵活，不要画得太板啊。画叶子呢要楷书，因为楷书那个撇儿捺着看就看着很像这个撇儿是吧？所以这个来讲和那个书法呢有直接的关系。再一个呢，再给大家这个重复一下，就是画竹子的这个四个过程。一个步呢就是先立杆儿，啊，画竹先立杆儿，第一个步骤。画杆的时候注意什么呢？注意这个，如果是这个两根以上的竹竿啊，要分出这个浓淡来，不要全一边浓一边淡啊。第二个注意的呢，就是画竹节的时候啊，不要笔节。什么叫笔节呢？都一样啊，都是在这个地方画节，它就板了啊，因为现实生活当中也不可能哎都是那样的啊。在这个画节的时候注意一下，画这个杆的时候注意一下，因为画杆的时候呢，它就留有节啊，在什么地方画节，由不得那个画节的时候说了算，在你画杆的时候呢，就给它定了啊，你得那个地方空着呢，就让你画节的，是吧？在画节的时候呢，就是两种方法，一种是乙字的，一种是这个八字的，啊，都可以啊，这个也不是很复杂的。画完节以后，哎，第三步呢就画枝子，哎，画枝子。画完枝子以后呢，就画叶子。画叶子呢，我今天就讲了两种，这其他的叶子啊，都可以隐身，没有那么复杂啊。你假如说是书上写的是画风竹啊，什么的雨竹啊，这个你都可以，这个东西都人为的，也并不是说你就是画风竹的时候真实叶子什么样，到时候谁也闹不清，它那么快你看不清，就是人为的。你画这个枝子的时候啊，就让它这边哎一边画枝子是往上一边倒，画叶子的时候也让它一边往上画，它就感觉到风的感觉，这个也不难。哎，今天讲的这竹子叶子呢，
一个就是讲的就是这个下垂的叶子，下垂的叶子呢，有的人是认为是这个下雨的时候的叶子，有的说是因为叶子长得成熟了，它下垂，就是下垂的叶子。下垂的叶子呢，基本上就考虑啊，一个个子一个分字，到时候这么一说，所谓个子啊分字啊，就是什么三片叶和四片叶子间的分别，让你心里有这么个数，就抹这么三笔四笔的，然后呢你再根据它上面进行破，我画了个分字，然后我在上头加这加一笔那加一笔的，怎么输怎么加上两笔，这样呢它就有点像那竹子的叶子了。因为会这么画叶子呢，将来你就可以画画了，不然的话你不知怎么画。再一个呢，就是这个向上的叶子，向上的叶子呢就指着这个新叶，小小竹子刚出来刚长出来以后，它还是往上长，上长了怎么叫叠人字呢？所谓叠人字的话，就是左边一个叶，右边一个叶，就这么叠着画啊，这样画多了呢你就熟练了。在不掌握这个技法的人，看看别人画，看着就是眼花缭乱，不知怎么下笔，看这叶子挺多，一旦掌握了法以后呢，他不过就是这么两笔两笔这么画啊，两笔两笔这么画。大家可以看画竹的时候呢，看看像那个郑板桥的竹子啊，还有一些这个元朝人叫李希斋的啊，搞这个族谱啊，宋朝人画族就已经很有名了啊，文同啊苏轼族子就很有名了。在那个族子呢很难学，就是说呢找不着规律，看着挺好，你不知怎么画起。元朝的画族子呢，从这个李希斋以后呢有了族谱，大家可以照着画。后来那个郑板桥画竹子，他就是根据我这个意思总结几个字儿，他呢就他是一组叶子画法，他就画熟练了，老这么画。咱们呢也采取这种办法，这种办法呢起码来讲能够让你掌握这个竹子这个叶子画的规律啊。这个这种事情呢就是这个熟能生巧啊，一旦熟练了以后，你就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得心应手了，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画的比较费劲啊。关于这个竹子的画法呢，今天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，再见。